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奇麦克，我是老边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当我们安装完 VMware 的 Win11 虚拟机后，发现无法与 Mac 主系统复制粘贴文字，感觉非常麻烦。这里介绍一种方法，通过安装 KDE Connect 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首先，我们启动 VMware 虚拟机，然后我们打开微软商店，输入字母 KDE， 稍等片刻，系统正在搜索，跳出来了，我们安装这个软件就可以了。由于我这里已经安装过了，所以直接就打开了。可以看到主界面中已经有一台电脑连接上了，这是因为我已经在 Mac 中安装了这个客户端程序，而且已经完成了配对，就是顶端这个图标，它已经和虚拟机 Desktop RIRC57FQ 进行连接了。现在看一下大致的效果，现在苹果这一端输入 AAABBB， 然后复制，接着切换到 Windows 里，打开记事本，然后 Ctrl V 粘贴，非常不错。接着看一下复制回去如何， Command C， 然后苹果这里 Command V， 可以再多试几次，看看会不会出现意外情况。全选复制一下，然后这边粘贴一下。另外，我们还可以把网址传送过去，随便输入一个网址，选择顶部的 KDE 图标，然后再点发送网址，把前面复制的网址粘贴进去，可以看到 Windows 上马上打开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有时候挂起虚拟机后再重启，它会失效，需要你重新刷新一下地址。就在这里点一下刷新就可以了，如果刷新还是不行，那么就重启一下这个应用吧。模拟一下重新开虚拟机，这里我们点一下顶部的那个刷新按钮，可以看到列表里已经出来了，已经建立了连接。至于 Mac 端的 KDE客户端，可以在公众号中回复 KDE Connect 进行下载，也可以按照屏幕上的官网地址进行下载，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安装在 UTM 的 Win7 里，这样 Win7 也有了共享剪贴板的功能。把这段文字复制一下，呼出聚焦搜索，打开文本编辑器，信件文档，存文本模式，粘贴文本，文字放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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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清楚点。看看复制回去效果怎么样。粘贴，测试一下 emoji 表情符号，看来无法粘贴，这也正常， Windows 7不支持 emoji 表情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观看，咱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